外国语学院，中学的时候有外国语学院，在中学学院就是中学，学院就是中学，嗯，那个跟中国有点不同。有的学院不是也是个大学吗？在中国，我们学院是中学，是高中吗？高中，高中属于高中的，就是有像国像中国国内的职高、职业高中的那种性质吗？还是专科？专科，专科，对，哦，专科。我读完学院，然后再考上大学。读完学院再考上大学，嗯，就是你高中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学院就相当于是个高中。哦，都这样吗？对，还是说叫高中，还是说你们的高中就叫做学院？啊，学院就一般指的是外教外语的，哦，外语学院。哦，专门叫那个外国语的，高中叫做那个外国语学院。哦，就是说也有正常的初中和高中，然后考大学，也有初中之后读学院，学院就是一般是外国语的，嗯，然后再考大学。对对对对，哦，那这样读学院的人在语言上就比较有优势了，对， 对吧？哦，他们中文就会比较好。那你们俩肯定没读学院。你们上了学院吗？也是读的学院再考的大学，还是直接大学学的中文？我毕业了，他不一样，我毕业了。没有，他不看到你在那。你毕业之后学的中文？我们两个都是学中文之后呢，直接上外国语大学。哦，你是那个就是学院毕业之后，嗯，然后上了外国语大学。嗯，你也是这样子。对，哦。但是他那个上来只有一年了。哦，所以经常有词记不得的时候，就得问你是吧？就在旁边找一个求助的。是我们俩是那个同班同学。哦，你们俩是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好，哦，厉害哦。你毕业之后，嗯，也是四年嘛，对吧？是五年的。五年，嗯，学中文是五年，嗯，外语学院就是读五年。不是，学院是初高中一样吧？相当于高中一样嘛，嗯，是三年制的，嗯。大学是中国是四年制，我们是五年制的。大学的年制都不一样的，是四年制还是五年制左右？就是说不同的专业，嗯，大学的时候有读四年的，也有读五年的，嗯。你们学中文专业就要读五年。嗯，哦，那你们学中文学了多少年了？这样统计下来，是你学的时间更久嘛？对吧？一共有那个八年，你学了八年啊，因为三年就是学院，五年大学，你学了五年，差不多，是不是很厉害了？比说到这个程度蛮厉害了。你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昨天。难言了。学中文的，除了就是做导游，还有从事哪一块会比较多呢？贸易。贸易呢？嗯。或者一些政府的文书这一类的工作，嗯，是吧？哦，你们原来读那个大学的时候，一个班多少人啊？学中文？我们40个人，40个人一个班，哦，嗯，那有几个班呢？就是三个班，一个班是那个当老师的。哦，真的，啊，当老师的，哦，师范类的，对，哦，师范类的，嗯，是他们都是那个地方来的，嗯，地方来到我们的大学是读外语。哦哦，那地方来的就要读师范，还是说，嗯，平壤的也可以读师范，根据自己的意愿还是考试成绩？也有平壤的，也有平壤的，哦。但是在平壤大学的时候呢，嗯，在地方的人，地方市的那个成绩优秀的人，哦，来那个平壤市，嗯，平壤的大学。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成绩不优秀吗？你怎么说呢？地方的人啊，哦，是。就是说，平壤如果要考那个，就是如果在地方，如果说想上平壤的大学，嗯，他的成绩就要特别 好，特别好的才来能上平壤的大学。对对对，所以比我们刻苦学习。就是你们比，如果考试的分数要比你们要更高一点，是吧？嗯，可以说跟中国一样的，中国也是这样，嗯，一样的。就例如上海的学生可能分数100分。外地的学生如果想读上海的大学，可能要120分、150分，嗯，一样的，也是这样的。我感觉他就是被自愿的嘛。
啊，我就感觉他就是被自愿的吧。非，他说你感觉你是非自愿的，被你爸爸逼迫的。还有跟就跟外国人接触，就提高汉语水平，好吧，听你的。是啊，挺好的。笑什么？朝鲜应该还是蛮讲求这个的哈，是吧？就是父母的意愿的那个。嗯，对。要是叛逆怎么办？大部分没有，大部分没有。那中国孩子现在比较叛逆。对，我这样来这边就凉了。对，该不会父母都不知道我来这儿吗？还真不知道。对。胆太大了。我去年11月毕业了，就是二月，今年二月那个上班了。哦，你们俩应该是同年毕业吧？嗯，同年毕业了。就上班时间是一样的吗？一样了，晚来一点是吧？一点点，就差几天。哦，那基本就是，那你们当时就是会不会到这个旅行社，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是吗？嗯，要上班的时候才知道。还是说我是自愿来的，自愿来的。哦，可以自己说我想去哪个地方。他们会对外招聘吗？就是旅行，例如像你们啊，像例如你们单位，他会对外这样招聘，说我需要导游吗？还是说在分配的时候才会把这个名额的空缺告诉分配那边？你怎么样可以自愿就是来这里？反正是我爸让我去的，这是。那个毕业大学的时候，在想要去的单位，就是在纸上那个写了，然后那个交了大学，是大学的干部看这个这个文章说啊，他想要那个去哪个单位，是自己那个按照自己的愿望那个可以。安排那个自己的工作。哦，那可以。所以我是导游，是我愿意的。哦，就是你不是咱们两个都是自愿的吗？那这个就是写这个自愿的时候，是要具体到去哪一个单位，还是只写说我是想从事导游这个工作？就是有那个申请书，然后我们申请完了，就是学习比较好的、优秀的，可以那个分配到就是干政府，就是国家之类的那种工作。嗯，然后大部分都是按照自己那个意愿。对，就是我要从事，就写的时候就写说我申请从事导游这个工作，他会根据说看哪个旅行社可能有空缺，然后他再这样子安排，但是不会具体写说我要去。朝鲜国际旅行社还是说高丽旅行社，这个不会详细到这一步是吧？有吗？有会详细到说要写具体的单位名字这样吗？你们当时是写的就是只是导游是吧？对，写的那个单位名称我好像没写。哦，那别人会写吗？就需要写吗？有写。哦，也有写，自愿的都是。哦，就是会尽量就是要从每个人的实际的能力然后去匹配的。是因为那个就是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他是说今天晚那个酒店是装修成东南亚风格的是吗？是装修之后没去过。哦，你们俩都没去过是吗？没去过。之前不是吗？是一个新的酒店还是说是一个重新装修的酒店？重新装修的啊、是叫做苍光山，就跟苍天大街是一个。对对，苍啊，苍光观光的观，光荣的光，苍光山酒店。对，也是一个一级酒店，最好的是特级是吧？特级呢，高丽饭店。高丽饭店，羊角岛，羊角岛算吗？也算是。是也算羊角岛啊，那个苍光山饭店也算是那个羊角岛饭店，一样的，就是等级一级的。羊角岛和苍光山等级。就是说这两个比高丽酒店低一级。但是比高丽不如高丽酒店。就是现在特级酒店就是高丽酒店。对对。然后其他这几个是一级的酒店。对。
就之前不是说东南亚风格的，不是重新装了之后你们没去过。它好像不大是常大家会去住的是吗？哎，不是个青年酒店吗？这个对，那个没有装修了。青年酒店是1989年新建的，1989年建立的，哦，就很老了是吗？已经老了。哦，这个是新装修的。就是这个苍光山是新装修的，什么时候装修的？就前刚刚装修完的，前年，不是前几个月，前一两个月，给呢？你们两个谁说的对？就是刚装修完，所以大家都没去。平时是不是游客去住那一家的比较少？就大部分都住在高丽酒店，还有西山。哎，有西山也不错的，是啊，西山也那个。其实我觉得西山好像比高，我个人的感受，我是觉得西山比高丽好像还宽敞一些。两个都住过吗？对，两个我都住过。你喜欢哪一个？西山也比较大，但是我们那个好多人都说高丽好。是吗？嗯。就你们好多同事还是游客说。游客说的，游客觉得高丽好，是不是觉得它地理位置就是比较近，离那个火车站？但是高丽酒店也不是有特等房间吗？一等、二等什么房间吗？哦，所以我应该是住的二等，我终于明白了。三等的，有三等。你安慰你一下，土包子。但是西山部分是吧？西山我没听说过这个，但是里边还算是挺宽敞的。所以就是正常来说，高丽好的房间应该是比西山要好的。那我应该是住的山的。怎么回事？找旅行社？是啊，我是觉得，因为我住的那个感受，我是觉得好像西山比那个高丽还好像还大一点，对，是吧？所以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住到特等房间。好吧不说了，走吧，扎心了。去吃饭吧，要不然那个师傅等久了。对，师傅肯定也饿了，我也饿了。走吧我去买点心，没有加进去，点心在这里，点心在这里，这个是点心的单子啊。对，这个一起就行。西饼不是，这是牛奶的单子。这是你喝的，就是那两个，咖啡两个咖啡的，好的，这是两杯咖啡的价格，对吧？对，这个都是美金，美金，这个就是五美金多，三美金多，3.96美金，然后这个是两杯牛奶的价格，然后这个是蛋糕，蛋糕是多少？一个2.45，1.75，2.75，2.75，1.96，1.76，哇，这么精确。好，谢谢。这是他给我的，这个你们也是叫发票是吗？这是人民币的哈，125是人民币。谢谢。可以拍照。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朝鲜，然后呢，因为我们换了不同的导游，我觉得也是有好处，就是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发现他们的那个精神状态啊，看待问题的方式，你会觉得这两个女孩子比之前我们就是金导和小徐就是更放松，是不是？就是会呈现的，就是更自然，就是。没有那么拘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第一次去了朝鲜之后，我有跟来朝鲜就是进行贸易的人去详细的询问他们好像这好几年以来的经验，包括去了解资料，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这是我手上拿的是一份朝鲜半岛的地图，然后上面是北朝鲜，下面就是我们就是称之为韩国嘛。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这个平壤，这是平壤。在平壤这一边呢，其实会有比较重要的城市，除了平壤以外是南浦。南浦呢又被称之为
朝鲜的小上海吧，可以这样说，有不少的丹东的人是前往南浦这个位置呢进行的商业活动是海鲜，就例如说海蜇皮这个位置呢，它跟咱们国家的山东是很近的，所以它是也是一个会开放的一个经济的区域，它可以和山东这边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呢，新义州是大家在上一集就已经熟悉的，因为它跟丹东接壤的关系，包括它本身也有很多的服装工厂呀、化妆品工厂啊，所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经济开发区。现在整个就是朝鲜呢一共有22个经济开发区，所以有很多人说朝鲜是不是在放开了，我是觉得是可能是越来越有那种趋势。另外我们这一次因为除了西边我们会到东海岸，东海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圆山还有咸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是俄罗斯了，他们是打算在东边的优势是因为俄罗斯中国，然后沿着这个东边做那个就是能源的管道一直到韩国，这是在商讨的一件事情，所以东边其实也是很有机会的。有一点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除了平壤，有一种说法是东面的圆山是对朝鲜人来说第二有吸引力的大城市，因为圆山它的优势是第一，它有一个十里鸣沙，今天我没有跟导游聊这一块的区域呢，就是地理位置很好，可能风光很不错，再就是它再往这边的时候离日本是很近的，然后有不少的旅日的朝侨呢，他们就是可以经由这个地方往返或者回到朝鲜。当时的想法是说，当他们登陆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祖国的时候，能够看到就是一个大都市的面貌，所以这也是圆山开发的一个契机。另外东海岸无论是圆山还是咸兴呢，就是有大量的海鲜的，然后这些海鲜呢是包括就是毛蟹、三文鱼他们是饲养的，但是有很多海鲜是野生的，例如就是在日本料理店卖的非常贵的叫做牡丹虾，这个牡丹虾呢在这个东海岸都是有的，野生的可能一斤的价格会等于你在日料店吃一只的价格。然后这是大概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状况，后面的一些细节我可以慢慢再跟大家说。